谢老板的办卡。我已经判断。好像是弄的辅助是吧？哦，弄的辅助。我让他们得到尽的机会。努努辅助的话，他没法还手前期。哎 ，AC 这狗都不玩，选个努努辅助，他怎么玩我露露你努努？打断技啊，这滑板鞋插一下也挺疼的，滑板鞋插一下也挺疼的呢。小小的也很可爱。杀不掉，强插可以杀，跟他换了这种东西，被滑板鞋给 A 死了。巴纳柱如果套个点燃，应该能杀了。我怕跟他换了强杀，强杀也行，但是损失太大，没必要。损失太大了。如果能再摸他一点血他就死，没必要做眼。狼狗来直接反打去了，没有必要做眼。狼狗来了直接反打他们就行，没有必要做这个眼。他在我动手之前的零点一秒钟，他吃了一个小冰，我操，让我的伤害计算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。他居然吃了一个小冰。我的问题，我说了吗？强杀他代价太大了。在黑暗，所有东西。强杀他代价太大了，就算我杀他，我也是死定了。还没杀了，更他妈亏，操你个地，白玩儿，我搭了。我刚才应该选 EW 他死。滑板鞋囤着吧，提货可拒也，一会儿再杀他，不着急，慢慢囤着吧。One day I will push your mouth， 我拿下他的700块就好，囤着吧。我是故意给他送，让他越来越值钱，知道吧？然后等我拿下他的700，直接成型。这边回家正好买装备。谢谢姑娘的霸气，你巴懂送的一个办卡，我是故意的。
经典随便打，二比九随便打，经典。经典二比九随便打。露露没赢过露露，他妈铁粉弩啊！露露说的有道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完美天没什么用，左一没什么用，狼狗没什么用，塞拉斯没什么用，弄弄没什么用，完稳赢了这把我一看。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我操，坏了，好痛啊，我操，疼在我心里了这一下，我操，什么装备了，哎呦，快羊刀了都，这一下疼到我心里了，这一个下，好痛啊，嫂子，但是你太脆了呀，大哥，我你打我虽然疼，我打你他难道不痛吗？你 A 得出来，我有隐身，你 A 得到我吗？阿索，我有隐身啊，努努给得了你护盾吗？给不了，但是我可以给。阿瑟，对不起了，小贝。他 A 不到我呀，我隐身了，加努努平 A。我的天，我的天 ！Oh God, where's my dragon?我操，坏了坏了，龙没了，坏了，把龙抢一下，龙抢一下，我操，皇子玲珑一起搜啊，塞拉斯小带，塞拉斯小带，我看出来了，对，塞拉斯连龙带人一起搜，还能4-0单杀我们三次拉克斯加反野反龙反红反蓝反龙，最起码宗师起步吧，塞拉斯这一把就遇见高手，小戴这一把遇见高手，没路了，能打得过钻石吗？你真逗，我操！主播鸡巴 DK 首发，你说打得过钻石吗？你在笑死我了！主播他妈 DK 首发封记神明，你说打得过钻石吗？你给爷整乐了你，你自己他妈臆想症呗！颜值区没意思，偶尔去一趟，天天去没意思。颜值区，偶尔一次，哪有天天去的？营养也跟不上。没意思，不就抖抖胸吗？尬聊抖胸，我不爱去颜值区，其实，除非不想不得已了我才去的。黑夜，对面 AD 也不简单，哼，笑死我。干嘛？后面怎么不拉的，黄皮姐？这波失误了，可以啊，你刷火箭去钻石局可以，刷火箭下把去换钻石局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你给我刷火箭下把就换钻石局，没问题，上你号打两把，你王者号都行，随便，可以啊，你刷火箭很简单，这个我一动都没用，黄皮能拉他，你知道吗？黄皮能拉他，所以我没意他。黄皮不是能拉他的吗？你分币不刷，你就别指挥，播什么就看什么，傻狗。我因为黄皮能拉他的嘛，我第一时间没那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跟将不好打呀，小带好多呀，这把对面最起码3个小带，好不好打这把？
我得杀一回对面中路，八百六百。哎，这黄皮不拉努努，我以为他骗我意呢，高估对面的智商了还。而且黄皮不一定绑的是努努，没见黄皮拉过露露，他可能绑的是打野，有没有可能？给我挡一下，给我挡一下。别 K 我头，给我挡一下，别 K 我头。小心点。嗯嗯嗯嗯嗯。谢谢泽泽公主的办卡，谢谢泽泽。哎，没听到墙，有点可惜。这露露不会变羊，就会给我 W。露露他变羊不会，会变羊我双杀是吧？他把 W 给我，不太会玩露露。哎，慢慢打吧。皇子也不太会玩，中单就别提了。上单的话勉强五五开吧。但是玩盖伦的肯定打不过玩佐伊的，到了后期，所以说还得靠我。慢慢打吧。黑魔法的味道。慢慢打吧。黑夜，即将脱落。跑，我从来不跑，开玩笑。这我怎么这怎么敢打呀，大哥，别打了，这怎么打呀，哥哥，我操，这怎么打呀，这龙，你告诉我呗。走吧，这拿命打呀，这怎么打呀，这位置我怎么打呀，这是让野区让我去，我怎么去啊，我操。让我去，我怎么去？我就说他拉的是打野吧，他肯定没拉露露。正如老夫所料，尿到，全都尿到。我一猜他拉就是打野，他没拉露，拉的是狗，拴条狗，搁这当他妈羊剪子，搁这拴个哮天犬召唤出来是吧？我刚才说他拉的应该不是努，因为我打好一次努，我怕我把黄皮救他，我一直没放技能，结果发现黄皮一直不拉他，我就感觉他拉的不应该不是露露，你知道吗 ？I can think so。走了哥。露露舔狗。也没有了，露露只是一个想赢很努力的少年吧。没关系，大家已经做得很棒了，那么接下来便交于我吧。没关系，哎呦我操！
哎呀，1000块钱啊！哎呦，就差一下，可惜。有视野，有视野，我照了，但是他比我快一点，他预判的 Q 你能落地了，给我砸他。有视野的，他比我快一点点，他知道我要跳过来，他往这放了个 Q 技能，在我空飞空中的时候，这个人会玩的，这个人。10-1，17分钟，影岩加上暗夜收割者，哎，主要这五个人在这儿，要不然他死定了，我有个闪他都死了。我听见了迷之的呼喊。条路站在位置，不他不死都他妈怪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这有个眼，这全是眼。哎，主要是两行龙被对面抢了点伤，两行龙被对面抢了点伤，是吧？其他还好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我应在江湖悠悠。达斯单挑不用打得过我。黑夜也不怕。杀了啊！掉人了，后边跟着我。这他妈露露跟着我都老他妈玩什么呢？搁这儿，瞎他妈转悠什么呀？露露在后边跟着我呀！我说了，他单挑打不过我，你妈叫人了啥？哎，露露跟他们玩游戏，他妈不会玩，我操！在中路跟着拉克斯、黄子，一个二杠五，一个二五的哥仨，真是他妈三个臭皮匠，哥仨，我操！在后边跟着我给个R就行，其实，他妈结束了。盖伦抢我1000块钱还是打不过，我跟你说了，盖伦也打不过，抢了我1000块钱，盖伦，然后上路塔底下挂机，我操，他倒也不送我。不行，我没露露不行，他伤害太高了。他二他还有他一直有人，那1000块钱本来是我的，他一直有人，你知道吗？没人1000块钱就是我的了。我他妈中间一个没拿着，全他妈给队友了，我拿的都是废物。打龙打龙，别追了，打龙他们来我自然会杀。把人头经济都给我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对面智商比我们高很多，对面。对面不管是智商操作都比我们这高很多。你看这路在干嘛？对面男女都打了还往前走，他们在干嘛呢？这是他妈纯种低能这路。
这他妈纯种低能的猪肉，这他妈男爵打完了还往前走，我操！这要做眼睛吗？香炉做完做什么辅助装？流水吧。这路的水平就别出干锅了，出完也用不出来。露露出香炉，拉克斯做基克的聚合，王子出骑士，盖伦做救赎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开吧，为什么不开呀、啊、皇子，等什么呢呀，为什么不开呀、啊，这塞拉斯是真的很聪明，他的智商比我队友智商要高了好几个 level，玩的真挺聪明的，塞拉斯。对面还会打迂回，对面我一追就跑，然后隔着拆塔打迂回，打拉扯，还会打力回，对面。没闪还弄的，慌自己是吧？他慌我等于慌自己啊！偷黄子大招是最蠢的。谢谢彭院的潘多拉魔盒啊！谢谢彭院的小画家。谢谢取个名的潘多拉，大家喜欢直播帮我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帮我点关注啊！这把打完点个妹子去。今天考科一太巧了，今天考科一，我都没怎么背，我就背了一晚上。昨天晚上停电断网了，我本来想播直播的，我背了一晚上。今儿考试，哎，4000道题，出的题都是我会我学过的，我操，这他妈太巧了，我操！今天早上我操，他就差那题就差问我什么，那就差问我说什么，哎 ，V1W 是几环了，我操。运气考试，我操！运气直播，运气游戏，运气考试，正好都是我会的，我操！就差问我这 W 几环 ，VN 大能不能隐身了，我操！正中靶心了，属实。好家伙，全是我会的，这他妈太巧了，这个。小心点。盖伦一转几圈，我真不知道。我真是天才，4000道题一次过，而且我天天直播没怎么复习。昨天一晚上临时抱佛脚，七点才九点钟就要考试，点了杯咖啡，配送费20。对面疯了吧，对面令人恐惧的阴影。
他们不可能赢，他这阵容就不可能赢，你玩的再好也没用，塞拉斯这英雄本来就没人就不怕，他们玩阵容没用，选上他就输了。不要点妹子，点妹子。